股市由老凤祥特别呈现。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由老凤祥冠名播出的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的市场是本周的第一个交易日，其实我们在指数层面呢，看到依然还是比较有韧性的啊。虽然说一直围绕着这个3050啊来进行震荡整固，但是其实上周五我们说到一个非常核心的对于市场当下的一个环境的描述，就是虽然说很多前期的高标啊，就是连板票，或者说一些趋势票啊，包括游资专门关注的一些方向的票啊，不管是龙字辈儿啊，还是凤啊，还是一些其他的方向的个股出现了大跌甚至跌停，但是整个市场普遍大家有一个共识，就是认为还是处在一个反弹的周期当中啊，就还是一个做多的时间窗口依然是开启的。那游资票如果说休整了，是不是有一些别的方向可能会涌现出来，这个就成为今天市场大家观察的一个重点。那从今天的市场来看呢，指数依然是一个震荡的格局啊，但是在热点方面，尤其在一些低位的方向上，其实今天是一个普遍的活跃，比如说像数据要素啊，当然也是有一些消息面的催化，那涨停家数呢还是维持在50家左右，但是我看了一下，更多的涨停都是来自于首板票啊，来自于低位票。那我们来看一下市场今天整体的表现情况。首先来看一下上证指数啊，今天呢还是在3050附近，收盘点位啊比上周五要高，今天呢是3046点收盘，0.25%的涨幅。成交量方面，3441亿，上一个交易日3469亿，所以在量能方面基本上是一个持平的状态。就指数这边啊，确实跌啊跌不下去，因为我们看一下上证50指数啊，其实盘中呢一度还是比较拖累市场的。虽然最终的跌幅不大，0.27%，但实际上啊，重心下移，也是连续调整了有6个交易日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小市值的一些指数啊，代表成长风格的科创50，0.76%的涨幅。在上证50重心逐渐下移的这6个交易日，科创50啊，基本上是横盘震荡。那么国证2000。今天也有不错的表现啊，1.07%的涨幅。今天成交量啊，比上一个交易日还放量了。上一个交易日是2887啊，今天是3153。所以呢，非常明显，你会感觉到就是资金还是在做一些，个股方面去寻找机会。那么在热点方面呢，其实今天市场的活跃度的品种特别强的啊，就整个板块效应方面我们来看一下吧。好像整体看下来啊，是比较零散的一个热点结构。航空装备、军工电子，其实今天军工这条线上是有所发酵的啊，但是更多的真的是低位的涨停。黑色家电，然后还有钢铁，在今天盘中是有异动的啊，还有软件开发，其实就是华为系像鸿蒙然后像润和软件呀、长山北明这些有所异动啊。然后汽车呢整体表现不强，但是也有低位的个股是两连板，所以你看这个市场就热点还是很多，但是主线是不是依然还是围绕着科技去发酵？今天的数据要素有没有持续性？接下来的重点的操作机会能够关注哪些方向？我们来看看三位嘉宾如何研判。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三位嘉宾，分别是蔡琳琳、钟林英还有杨勇啊，欢迎三位。好，接着呢咱们来看一下今天市场整体收盘数据的统计情况。首先呢来看一下今天在指数层面啊，今天只有上证50是绿盘包收，其他各大指数都是红盘包收。在成交额方面，比上一个交易日啊略微的放量，三市的成交额8700亿。市场活跃度咱们来看一下，涨停家数48家，比上一个交易日多了一些，而且跌停的家数你看今天是比较明显的减少啊，9只个股跌停。在赚钱效应方面，今天也是一个大幅度的回升，上周五上周四都在50%左右，今天呢是有76%的赚钱效应，就是刚才提到的现象，很多低位的票今天开始有所表现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上和大家互动的话题，热点快速轮动，科技方向是否仍然是主线啊？这科技方向呢包含了有 AI、 有 ChatGPT、 有机器人、有半导体、有芯片啊。 A 是， B 不是啊，欢迎大家到今日股市的微信公众平台去参与互动啊，参与投票。
好，首先呢，咱们来先来听听三位对于指数上啊这个市场整体的一个研判。林林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因为一直在3050这儿横盘震荡，然后上证50呢就走得比较弱，一直向下调整啊，所以已经横了这么几个交易日，你看指数其实都没有破3000点，对，是不是随时会向上突破？我觉得向上的动能可能依然是偏弱的。其实从整个指数的一个表现上来看的话，短期就是我们指数的话可能更多的是跟随海外市场的波动。其实我们看到从就是说10月底开始，就是我们看到美债收益率有一波快速的一个下行之后的话，全球股市都是有过一波快速的反弹。但是之后的话，我们看到随着美债收益率开始有反弹了，就是就各个资本市场这边可能就是表现偏弱一点。当然我们这边的话也相对就因为位置比较低嘛，所以就是调整的幅度就相对还可以。所以短期来看的话，我觉得整个指数可能还是跟随海外市场。那么我们看到美联储这边的话，上周其实又是发表了一些偏鹰派的一个言论，就是说如果说就是说有必要还是会进行加息的。那么包括我们看到就是说本周美国会公布它的一个10月份的一个 CPI 数据，如果说CPI 数据美国的一个 CPI 数据的话再一次有反复的话，那么可能会引发市场进一步加息的这种预期，从而扰动整个全球的资本市场。那么这一点可能是我们短期是需要关注的这样一个点如果说美元如果说美国有进一步加息的预期的话，可能指数这边还是有一定拖累这是外部的因素。那内部的话其实更多的还是在于我们整个经济的一个复苏的一个情况。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整个经济可能还是呈现出一个复苏偏弱的一个情况。包括我们看到上周披露的一些CPI 包括 PPI 的数据其实是相对是不及预期的，包括看 CPI 其实整体的一个跌幅是要大过预期的，包括 PPI 之前从6月份开始的话是连续的一个环比回升同比回升，但是的话从10月份的一个 PPI 数据的话其实是环比回落的。所以从整个数据层面来看的话，整个经济复苏的一个力度可能是相对不及预期的，这也是整个指数层面不能向上打开空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但是向下其实又有底，因为我们从整个三季报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其实A 股的一个三季报单季度整个净利润已经是就是说净利润开始企稳向上了，说明整个盈利底应该来说是逐步夯实的。所以目前整个指数的话就是向下有底，但是向上这边的话可能还是整个经济的弹性偏弱，所以导致大家比较犹豫。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的话，大家可能更多的是选择去做一些科技题材，就有点类似于像上半年大家炒 AI， 只不过现在整体炒作的这样的一些题材和上半年的 AI 相比的话可能没有这么逻辑性那么强，所以不能形成这么大的合力，所以在各个题材股中反复的轮动。但是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因为有些题材的话可能也是就是说超跌反弹或者说阶段性题材炒作为主，包括我们看到最近炒作的比较凶的一些短剧类的品种，其实都是上半年其实和 AI 相关的一些品种，当它达到上半年的一些高点位置的时候，其实向上空间就比较有限了。所以这些题材的话一旦位置高了以后，我觉得会有资金去做兑现。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其实整体题材炒作的难度也在加大，所以目前整个市场这边的话，我觉得要么就是你耐心等待一些中期看好的方向，要么就是说一些题材的话又要逢高去做一个兑现，整体难度应该来说是在逐步加大的。但是对于指数这个层面上，觉得下肯定是有底，对吧？是有支撑的。对啊，有一系列的，比如说前期的政策，包括对于经济的这种稳健的一些预期的复苏啊，还是存在的。对，但是上，这个上，你觉得是在3050就有压力了，还是说至少我觉得大家之前还可以看看3100，甚至还有人看3200呢，是吧？是连这个空间都没有吗？我觉得比较少。当然我觉得也有机会，因为从整个但是冲了也没有太大的意义，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还是要看整个市场预期，因为从整个日历效应上来看的话，因为进入到11月、12月份，其实从整个日历效应上来看的话，大家会进入到一个新一轮的政策博弈的阶段。包括我们看到下个月一般每年的12月份的话会举办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大家会进入到一个新一轮的这样一个就政策博弈的一个节奏当来。那如果说这个预期开始逐步发酵的话，那么一些可能和顺周期相关的一些行业一些品种，包括像金融地产这些，如果说这边能拉一波的话，可能整个指数也有空间所以说还是要看整个市场的预期层面是不是发生变化。当然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大家可能预期还是偏淡的，可能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一个发酵吧。好，来听看钟林英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啊，觉得指数在这个位置上震荡了这几个交易日，会不会随时向上突破？
我觉得呢，短期呢这个位置呢可能还会有一定的一个震荡整固的需求，因为短期的话我们来看，就像这两天其实呢向上的话也是受到了几个均线的一个压制，那么当然下方也是有均线的支撑，那么短期呢这一波反弹呢，其实我认为呢就是主要是因为这个美债收益率的一个回调带来的这样一个反弹。那么我们来看最近一年这个美债收益率的一个走势啊，其实它跟我们这个指数的一个反弹呢其实关系呢还是比较紧密的啊、比如说像2022年底的这个十月二十四号到12月初那一波美债的一个回调，大概幅度呢在70几个基点，那么我们上证指数呢反弹那个空间呢大概是在7%左右，那么在2022年的年底到2023年年初的那一波美债收益的一个回调，大概呢是在40几个基点，40几个 BP 这样的一个范围，那么这个上证指数呢反弹呢大概是在4%左右，那么后续呢2023年的4月份到6月份有一波美债收益的一个回调，那么这个指数呢是一个震荡微涨的这样的一个走势。那么最近这一波呢，我们也看到这个美债收益的一个回调，那么指数呢现在呢反弹的其实它的一个幅度呢还是比较小的，大概是在100点左右。那么这个当前这个位置呢，其实跟22年十月底的那一波位置呢是差不多。那么这段时间这几天那个震荡整固的需求呢，那么可能也是因为一些重要会议的在这几天可能会有个落实一个结果出来，那么市场呢可能也在等待会不会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结果出来，如果有一些比较预期向好的一些结果出来的话，那么指数呢向上的一个空间呢我认为还是可以打开的，这是一个方面。那么为什么短期在这个位置有个整固的需求呢？因为我们知道这样22年到现在，其实这个一个市场呢经历了比较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回调，那么回调之后这样的一个反弹，那么短期的一个反弹之后呢，它一方面呢有前期套牢筹码的一个抛压，然后呢还有短期抄底筹码的一个获利了结的这样的一个两方面的压力，所以呢在这样的一定的反弹幅度之后呢，它有这样的一个整固震荡的一个需求，所以呢短期的这个位置呢我认为向下的空间呢是比较有限的，如果后续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比如说外围转暖的一个持续的消息，或者是内部经济数据再一点给力的话，那么这个市场呢向上的空间呢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嗯，好，就是通过这个图的对比，其实还是想说，就美债收益率对 A 股的短期的这种节奏的影响还是有的啊。好，那其实我们之前也说，就指数呢什么情况下会选择向上推升，其实要么就是比如说那个大家说到经济数据特别好，对吧，大家开始反应了，你交易的是经济复苏确认的一个预期，要么就比如说阶段性的，比如说北向啊，我们一直说现在北向大家就把它看成一个交易的资金啊，因为它也就是买一买卖一买，是吧，但是它最近一段时间呢其实它也没有持续的流入啊，我们来结合着看一下啊，北向资金今天又是一个流出的态势啊，北向资金今天沪股通方面呢是流出了有11.6亿，整体是流出了14亿，深股通方面流出了2.83亿，但是呢看了一下今天我们的港股市场啊，今天我们的恒生指数呢也算是一个探底回升，最终是涨了1.3%啊，所以杨勇结合着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啊，短期来讲就尤其主板这个层面是不是会随时有可能向上突破？我觉得向上突破是有可能的，比如说这个如果是有一些政策或者消息的一些配合的话，指数上摸一下3050或者是甚至碰一下3100点，我认为这种概率是存在的。但是呢，在目前这种环境来看的话，即使摸了3100，我认为大概率也会回来，就是上面的空间不大。对，空间不大，然后整个指数的重心其实还是在3000附近震荡，或者是这个等待这个数据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消息面的一个缓和，然后再择机再向上。那目前来看的话，我们看到今年其实市场的环境呢，除了我们所说的今年上半年有中特估这样一个权重偏权重的板块有所表现之外，其实到目前为止今年全年的风格都是偏中小市值，偏这个题材和热点的一些炒作的风格。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风格呢？我们总结下来就是说一个是我们内部的这个经济的弱预期，然后外部来看的话就是美欧持续的这种加息导致全球的这个高利率，那么对这种风险的股票资产它的一个估值的压制是非常明显的。最显而易见的就是北上资金为代表一些外资的持续流出，对我们这些权重的一些品种构成的这种压力。至少来说的话呢，目前来看我们看到刚刚我们嘉宾也提到了，就是在刚刚公布的上个月的这个 CPI 的数据是同比下滑了0.2%。其实这个在5月份到9月份的话 PMI 数据是持续的一个
弱复苏，但是在十月份又出现了一个中断了。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对未来这个经济复苏的预期比较强烈，但是这个复苏的过程还是一波三折的，这个对盘面的影响还是比较的大。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看到市场呢，其实在3000点附近呢，它下跌其实也没有太多空间，主要的原因就是政策的持续的利好封死的下行的这样一个空间不论是这个之前我们看到的货币政策，包括活跃资本市场的一系列政策，以及近期我们看到类似于像万亿国债这种财政政策的发力，那么这些政策落地确实对未来经济的复苏，我们说这个趋势可能是相对比较明朗化，但是呢短期来说这个节奏呢确实非常的缓慢。那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了这个最近美债的收益率虽然说从之前的比如说10年期的这个债务然后一度快速回落到4.6%，但是目前的话又有些反弹了，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呢，我们认为说像美国的这个 CPI 就是它的通胀压力想要达到3%以下，然后呢进入到一个快速的降息通道，我们认为这个时间可能相对来说还比较遥远，而且的话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呢，类似于像美元指数包括美债收益率这种这个指标的话呢，目前来看它想要短期形成一个趋势性的向下，我认为这个难度相对还是比较大。所以眼下来说的话呢，就是我们要期待这个市场出现了一个比较有明显指数的带动市场全市场情绪的这样一个指数的行情，至少目前来看的话还是比较难，因为资金层面也不允许。比如说最近我们看到了指数从2900多点快速回到3000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增量资金并不是非常的明显，而是存量的一些调仓换股或者是少量的存量加仓那么这样来看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看待期待的这个增量，一个是场外的资金，第二个就是北上资金重新的流入。那北上资金从8月份到现在已经是连续3-4个月是持续在流出的，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如果美债美元不能进入到趋势下行，那么外资就不可能短时间形成一个快速的流入。那么内资这一块的话呢，公募和私募的产品大部分我们认为都是一个相对冰点，而且短期比较难改善。那么期待没有行情的一个背景之下，没有赚钱效应的一个环境之下，场外资金入市，那我觉得更难。所以眼下来看的话，就是一个存量博弈，这种存量的博弈就决定了市场这个指数是没有空间的。好，这个说的已经非常详细了啊，三位给大家分析的在指数这个层面的一个预判。其实市场能不能走出指数性的行情，我知道很多人也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现在也不怎么关心指数啊，因为只要有个股的机会其实也可以啊。当然讨论指数呢，一方面就是说这个位置上是不是能够横得住啊，另外一个就是说是不是它会有指数行情啊。那刚刚讨论下来条件现在还不具备，暂时可能没有。那没有的情况之下，是不是咱们就可以依然是轻指数重个股嘛，你就找一些市场当中涌现出来的机会就可以了，对吧？但是操作难度上啊，确实它也是比较反复的。那我们来看一些小市值的，一个是科创50啊，科创50指数今天0.76%的涨幅，上一个交易是科创100表现比科创50好，今天呢是相对来说科创50更好一些啊。我们再来看一下科创100。科创100今天是0.23%啊，上一个交易是吴海荣给大家分析了，就是科创100的成分和科创50还是有区别的啊。科创50就是半导体更多啊，可以占主导；科创100就是半导体、新能源、医药啊，就是平均分。好，我们来说一下小票啊。刚才几位都说了，现在指数层面不具备大涨的条件，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小票还能够继续活跃？怎么去看它的空间？玲玲。其实小票的话，其实更多的还是依赖于有没有新的题材去引导市场。就是如果说你还是在一些就是老的题材当中去反复横跳的话，其实空间不大。因为上半年因为大家炒 TMT， 其实基本上把 TMT 内部的所有的股票都轮了一遍，基本上上半年都是有过一波不错的涨幅。那么后来是跌下来了，但是如果说你再往上，可能又接近到这个上半年的一个高点位置。所以说，如果你还是在一些老的题材内部去做横跳的话，其实难度是比较大的。另外的话，就是从上周开始市场反弹的一个过程当中的话，更多的是去做一些超跌反弹，包括像科创板，包括像创业板指数，其实当时涨幅也是比较不错的。但是这又非常依赖于整体市场情绪，他们只有在整体市场情绪非常亢奋的时候，才会有比较好的一个表现。因为本身从筹码层面来说的话，他们是具备困境反转的条件，但是从整个基本面情况来看的话，他们不具备
困境反转的条件。所以这些品种的话，要么就是超跌反弹，但是反弹到一定程度，大家可能觉得基本面可能还没有说到一个持续没跟上，所以它可能就是逢高兑现。题材这边的话，就是说老题材，因为筹码这边也是比较沉重的，像包括现在炒的一些短剧的品种，基本上都是上半年炒过的一些品种，只不过换了一个名词去再炒一波。包括今天炒作的一些操作系统啊等等，都是一些就是新的，都是一老面孔。所以我觉得依靠这些品种再想拔高高度难度比较大，所以大家还是要去寻找一些新的东西才能够持续活跃上。包括我们其实主持人开头也提到了，就整个市场的高标其实开始退潮了，也说明其实最活跃的那部分资金其实在慢慢的一个退，或者说在撤退吧。所以短期这边其实想要继续去通过短线做题材获得持续的收益的话，也是难度比较大的。就是题材能不能再进一步活跃，取决于有没有就是更新鲜的东西，是吗？对，就你觉得上半年炒过的那些其实还是有难度，就空间上其实是有限的。对的，基本上都是超跌反弹为主。好，来看看钟林英怎么看，是不是小票在这方面怎么去看待它的空间和操作性啊、持续性，你的判断是什么？我觉得现在这个市场呢，其实还是一个存量博弈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啊。那么我们看到，其实呢，这个市场呢，其实前几年呢是这个核心资产抱团的这样的一个行情表现。那么这两年呢，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结构化的一个主题不断轮动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么这个市场呢，就是各个热点呢其实轮动很快，那么高标股呢也是变得很快，就是我们。个人投资者呢要跟上这样的一个市场，其实感觉呢难度很大。那么我们如果是怎么看这个小票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呢？我最近呢发现有个指数呢，其实大家的关注度呢也在上升，就是这个微盘股指数。那么这个微盘股指数呢，近期呢就是从月线上来看的话，其实今年的一个超额收益呢已经非常明显了。那么近三年的一个收益呢达到了140%左右。那么今年的一个收益呢也达到了43%，所以呢这个收益呢相对我们沪深300或者是上证，它的一个超额收益呢是非常明显的。那么这个微盘的它的一个成分股的一个编制的一个标准呢，就是市值在后400位的这样的一个上市公司，而且呢剔除了这个 ST 新 ST 次新股以及北交所这些股票。那么如果市值呢涨超了这个后400，那么把它剔除，然后呢跌到了这个400再把它加进去，这样编制出来的一个指数，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收益呢是非常惊人的。那么这种情况呢是可以代表就是今年这样一个主题题材不断轮动这样的一个市场表现。那么这个跟这个核心资产呢，它其实就是一个跷跷板的效应。那么资金呢，你在核心资产里面赚不到钱，那么可能就会选择这个主题去轮动。那么这边炒作3个月，那边炒作2个月，资产这个热点呢不断轮动。那么如果我们投资者呢，对，比如说前几个月就是减肥药，然后呢是阿尔兹海默、海默这些热点，然后呢上周呢就是这个数据要素啊，不是那个医药连锁、商业连锁这块的。那么其实我们要提前潜伏，或者是正好在高点出来呢，这个策略呢是比较难做到的。那么如果是跟踪这个微盘股指数的，其实 ETF 呢并不多。那么我们可以呢就是比如说，根据它的这个编制的一个原则去筛选，比如说5到10家这个小市值的公司，就是、在400个票里面去筛选是吗？对，你400个里面去筛选5到10家，以及跟你在5000家里面选5到10家，这个概率已经是高很多了。所以这样的一个观测的一个标准去看这个题材小票的一个走势，我觉得是可以参考一下的。那么另外呢还可以，比如说有一些国证2000啊或者中证1000。它偏小票的这种 ETF 也可以比较均衡的去配置，那么可能它的收益呢相对来说相对上证都会有个比较好的一个超额收益，我觉得这个方向可以去把握一下。好，你再来说一下科创50吧，科创50怎么看待？科创50的话呢，近期呢就是我们也看到就是科技股这一块呢其实非常强势。那么其实科创50里面呢代表了比如说我们这个芯片医药、创新药，包括非传统的那个新能源这块的新能源，那么其实这个方向呢，我认为啊，就是当前这个科创50呢，有可能会类似于我们之前的像创业板，它经过了比较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盘整震荡之后，然后开启了这个2019到2020年这样的一个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走势。那么当前科创板呢，我们也可以观测一下，比如说，根据最近的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像10年期美债的一个收益率，它其实是个对比吗？
对，它其实跟这个美债的一个收益率形成了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镜像的一个走势。当前美债收益率如果是说这样的一个回落趋势比较明确的话，那么科创板未来的一个机会我认为也是比较明确的，而且代表了我们现在这个科技的这个最前沿的方向。所以呢，我认为科创50里面呢，可能未来呢能走出比较好的一些这个走势比较好的一些个股。嗯，好，这个给了大家两个方向啊，一个是科创50，另外一个是微盘股指数啊，就是其实给了一个方法，比如说找一些市值偏小的这个方向，然后去筛选一下，当然就结合各种因素嘛，你比如说有什么催化剂呀，是吧，有什么消息面的变化，然后基本面的情况啊，然后公司的一些这个行业的一些变化等等啊，给大家一个筛选的一个帮助吧。那稍后回来咱们就来说一说具体的一个操作思路，因为今天的市场其实很明显就是在低位的方向开始有一个有点倒面的扩散。但是刚才其实大家也说到一个现象，比如说短剧，你上半年炒的就是一些 AI 应用方向的票，但实际上整个这一波创新高的票非常少啊，所以一会儿回来看看是继续做超跌反弹，还是说看看哪些方向它是有一个持续性上涨，大家就逢低左侧去布局。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家加油时刻，我们请出郑琳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郑琳你好。好的，谢谢主持人，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家加油时刻。市场探底回升，而人工智能概念呢再次掀起热潮，那如何在这当中挖掘到确定性比较强的细分方向呢？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在 AI 概念的全面爆发之后，3800多家品种大幅上涨的同时，市场人气和赚钱热度已经被充分点燃。而我们也为您追踪到了卫星互联网的短期突破信号。今天盘中在产业消息的催化之下，以一根大阳线向上突破了箱体震荡的上轨，成为接棒消费电子的上涨主力。毕竟对于科技产业链来说，从来都是买新不买旧，而每一个新的概念诞生都会成为资金热捧的方向，特别是在近期召开的2023年数字科技生态大会上，明确提出要加速发展卫星互联网产业。而目前整个产业链处于初期阶段，其实早在华为 Mate 60新机发布之后啊，卫星技术就受到了市场的重点关注。那在热度不减的情况之下，国内多家手机巨头也纷纷加入到了这个行业当中，那这当中的市场规模势必是十分巨大的。而手机卫星通信也将成为大势所趋，那这当中许多核心公司他们的估值其实在现在已经具备了相当大的吸引能力。而科技行业长期作为投资的热门主题，每一次行情必然会充当主力军团的角色。所以说今天我们把卫星互联网当中小市值高弹性的一些低轨卫星品种呢进行了详尽的梳理，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通过扫码的方式来进行免费的领取。那么同时我们顺着这个思路也帮大家呢梳理出来一些核心公司，我们来看下一张题板。在这三家公司当中啊，我们更多的是为大家梳理到了接下来大力发展的低轨卫星的核心方向。比如说第一家公司是北斗关键元器件研发和生产企业之一，在经历了充分的筑底之后，今天一举向上突破了平台上轨的压制，同时该品种还是基金的重仓方向之一，最近五个交易日主力买入3.16亿，有望依托于平台上轨继续向上反弹。而第二家公司呢是通讯天线的龙头，今天在回踩半年线之后开始向上反弹，并强势反包上周的调整空间，二次启动的拐点已经出现。那么在回踩过程当中，13家基金公司已经抢先布局，有望在技术和资金的共振之下走出一波不错的反弹波段。第三家公司呢是国内小卫星的制造龙头，在构建了清晰的 W 底后，今天一举突破了 W 底颈线位的压制。而低轨卫星随着接下来的一个大力发展，有望在技术面率先突破的公司，往往是会更容易受到主力关注，而且率先抢跑的。所以今天我们把卫星互联网当中的一些核心公司啊，都进行了详尽的梳理。您现在不妨拿起手机，通过扫码的方式来进行免费的领取。那么最后，我们再来跟踪一下上周重点为大家讲解到的算力租赁板块，来看下一张题板。我们可以看到，算力呢租赁板块近期是反复活跃，而
它最根本的原因其实就是大模型浪潮带来的巨大算力消耗，正在让 AI 服务器市场掀起抢单狂潮。而我们在站上年线的第一时间就跟大家分享了算力租赁方向，今天更是直接向上突破了60天均线的压制。目前板块整体处于低位转折的初期，依旧可以去继续关注。如果您也始终关注人工智能板块当中算力租赁方向当中的小市值高弹性品种的话，不妨现在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来把它免费的领取到手中。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头家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有喜事就有老凤祥。做投资要有好顾问，有不懂问九哥。九方智能投顾数字人九哥，基于九张证券领域大模型，具备大盘分析、板块挖掘、热点追踪、个股诊断、策略生成、金融百科、事件推理、情绪陪伴八大核心能力，24小时在线即问即答，为你提供高效、专业、智能的投顾体验。上九方诊股 APP， 投资不绝，问九哥。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中国农业银行。老凤祥提醒您收看今日股市。好，欢迎回来，接着咱们来说说操作吧。今天的市场呢，我们说到啊，会有低位的方向活跃。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数据要素。数据要素呢，今天还是有多只个股是打到涨停板上的啊，也是有比较活跃的板块，有2.95%的涨幅。其实说到数据要素，上半年是炒作过一波的啊，就有资金关注的，后面呢也是跟随了整个市场啊出现过调整。那除了数据要素之外呢，今天就是像软件操作系统啊是有所表现的，但是呢就是也没有把整个这个方向算带起来吧啊，还是有一些跟华为链啊关系比较直接的一些品种啊表现得比较好。软件开发2.87%的涨幅，还有呢就是军工啊，刚才也说到了军工，像有一些军工的低位票大票，你看今天啊放了这么大的量啊，然后是涨停的，也确实跌了很长时间啊，这是军工。其他的方向就短剧游戏啊，两个票，因为这个应该是天威视讯啊，这个是从涨停炸开，然后中文在线啊，然后盘中是20个点，最终只有9个点收盘，所以今天其他的短剧的票啊，其实都是回落的。医药和券商，医药是上一个交易日的商业，医药商业比较强，然后券商我们来看一下啊，券商呢其实那个缺口还没补啊，就这个的跳空，11月6号的这个跳空缺口没补，一直也算是横盘，现在是5个交易日，今天是比较明显的缩量了啊，应该要短期也要选择一个方向啊。好，我们一个个来说吧，先来说一下科技这个方向啊，杨勇给我们来分析一下操作系统、数据要素，就今天是相对来说比较活跃的方向，有没有持续性？我觉得其实持续性的话，可能还是部分的一些个股吧。其实呢，这些题材的话我们总结下来，其实他们的一个上涨是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个的话，一部分的个股呢，它的上涨可能是就是沾上了华为的这个产业链，然后的话在一些政策或者是消息的催化之下呢，这个走势还不错。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呢，其实就是典型的超跌反弹啊。其实最近这一段时间超跌反弹的这个轮动的次序是持续不断的在进行的，包括今天我们看到了军工板块，从本质上来说，我们认为它也是持续下跌过程之后的这个市场情绪回暖之后呢，出现了一个超跌反弹而已。那么有关持续性的话呢，其实我们还要关注一下，就是说真正能够在这个当下这个消息催化当中利好比较明显，而且未来有可能有一定的业绩兑现的
那么这一类的个股的话，可能它确实会有一些持续性。比如说我们看到整个华为产业链其实从十月份到现在是持续的在发酵，而且在目前来说的话呢，它是在扩散的过程当中。就比如说我们最近看到这个操作系统啊，包括鸿蒙啊，包括这个欧拉等等这些相关的一些细分的这个概念，那么这些概念的话呢，在近期也是持续不断出现一些催化剂。比如说我们应该可以很明显的发现说，最近发的一些新车是比较多的，像这个华为的 M7 问界 M7 之后接下来还有 M9，然后订单是非常的不错。同时我们最近看到像阿维塔的这种12这个出的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有轰动效应的这样一些新的车型，其实他们的这个车机上都比较明显的有一个共同点，搭载了这个鸿蒙的一些系统。那这些系统的话，其实背后来说的话呢，别看出了这么多新车，其实背后受益比较明显的还是华为的这个相关产业的一些公司。所以的话呢，包括在最近的话呢，像这个鸿蒙 5.0 也是即将发布，所以呢，很多的一些消息层面的一些催化和消息的一些刺激，是带动了这个产业链的一些题材的一些活跃。那么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近期也看到了，像今天我看了一下这个成交量前十位的一些个股，最大的成交量占比只有应该不到60亿的这样一个水平，基本上全市场没有一个过百亿的这样一个成交了。那么中文在线，对的，这代表了什么呢？就是说前一段时间那些高标股啊，或者是一些活跃品种持续过百亿的这样一个现象呢，出现了一个中断。那这个中断极有可能就是市场要酝酿一个新的一些热点，那么有可能就是说我们看到的一些高低切换，像前期涨得比较多的一些融资背的，包括凤凰啊这种自投的一些个股的话，出现一些回落之后，那么有可能在接下来的，比如说我们看到操作系统啊，或者是像这个数据要素啊这一类的一些题材当中，酝酿一些新的一些高标的一些个股。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确实可能低位的，然后有政策消息刺激的，包括在未来有可能会出现业绩兑现预期的这样一些个股，在底部的是可以重点去做一些关注的。好，说到这个咱们就来看一下吧。A 股的成交额排行啊，中安在线今天接近70亿，软通动力啊也跟华为有关，浪潮赛力斯、新易盛、润和软件啊，润和软件是跟华为有关。然后再往后看，其实你看啊，这些个股只有一个方正证券，它不属于科技，全都是科技，然后要么是 AI， 要么是跟华为有关啊，其实基本上就是这两个方向。再往后看才能看到茅台啊，32亿，欧菲光是当时华为链的消费电子的标的啊，然后高新发展、长山北明、昆仑万维、长安汽车。但你会发现一个现象，就欧菲光啊已经往后了，对吧？就是华为链的消费电子方向啊已经往后了，车其实该反应的好像也反应的比较充分了啊。然后呢，现在是到了什么？到了一些低位的，就前期的算力的，像中集旭创、新易盛、科大讯飞啊，浪潮信息成交额排上去了。但是你说他们能走得特别远吗？啊，这个其实是核心。我们简单看一个，比如浪潮信息释放量了啊，但是其实也并不是说特别凌厉。所以低位的票呢，最大的问题它能不能真的是就是成为新的主线，我们只能确定说资金它还在科技里面，但是它是不是在科技里面去寻找一些相对低位的方向，这个节奏怎么把握啊？钟林英怎么看？这个目前的话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市场嘛，就是热点呢它的切换轮动非常快。那么如果是说我们要去把握这样的一个节奏，对节奏的话，那么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像这个指数 ETF 化，或者是说相对我们也可以参考比如说大的这种量化的一种操作方法，相对量化的这个思路去看待目前的这一个市场节奏。那么比较明显的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北向其实是在流出的，那么核心资产那一块资金呢确实是在流出的这样的情况。那么资金呢它总归要寻找一些热点来操作，那么就是存量资金它可能会选择相对小盘的这种热点板块主题资金去炒作。那么只要是这种情况呢继续存在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继续去参与这些主题的一个操作。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像这个短剧这种热点，那么今天我们看到比较明显的短剧里面的一些龙头今天其实是涨停打开的，那么这有可能意味着这一波可能资金在里面的话有所松动了，已经这一波题材有可能是到了一个接近尾声的一个时候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去接盘这类股票的投资者呢就要谨慎了，不要在这高位去接这类股票。那么我们如果是说要投资者要去操作这些热点的话，就是要有足够的敏感性，比如说你在这个市场第一天起来的时候你就
能参与进去，而不是说在它涨了三天五天之后你再进去接盘。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你去高位接到这个票的概率呢可能会比较大。所以呢，就是说你要有这个足够的敏感性，在第一天第二天你能接进去，这种节奏去可以去操作一下，快进快出。嗯，好，刚才看了一下消费电子也有活跃的啊，比如说像信维通信啊，就之前比如欧菲光很强，对吧？然后现在可能是不是这些热点还在，只是它一直在内部轮动啊。信创、人工智能、汽车，包括消费电子，甚至还有半导体芯片啊，这个零零结合着来说一下吧。是不是现在资金还在科技里面当中去寻找机会？其实从刚才整个成交量排行榜的话，就是基本上都是科技霸榜，其实就有点类似于上半年炒 AI 的时候，当时的话基本上整个成交量排行榜也全都是 AI。当时更集中可能就在算力，就是服务器和光模块。但是基本上也都是这样一个模式当中，就说明就是说整个市场的话一个风格，就是当时的话也是就是说经济弱复苏炒 TMT， 那现在的话它也是一个经济可能复苏偏弱，也去炒题材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氛围，但是。从整体炒作的一个力度上来看的话，其实和上半年是完全没法比的。包括刚才也说到了，就是现在大家高位的已经不敢玩了，已经开始去做一些低位的一些补涨了，说明整个市场的风偏其实在往下走的。所以还是在于整个市场其实找不到特别清晰的一个做多方向，更多的就是在一些老的题材当中轮番的去做，就低了就跌多了我去抄一把，然后高了我就抛掉，就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说从整个市场的一个风偏来看的话，其实最近已经开始下降了。那如果说你还是想要在一些题材当中去找机会的话，其实我觉得难度是越来越大的，还不如就是说去把握一些未来有可能整个市场风格的一些变化。包括刚才其实我提到了，就是进入到十一月十二月之后，就整个市场的一个风格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就比如说进入到一个新一轮的一个题材，就是政策博弈的一个阶段来。包括我们看到，其实从就十月份以来，其实整个政策的一个力度其实一直是在超预期。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就是说在未来的就十二月份的一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当中的话，是不是会有一些超预期的一些政策出来？那么这时候可能会对整个市场的一个风格会形成一些变化，所以。包括我锦囊其实也一直在去做这样的一个布局，而不是说市场当中去炒科技很猛的时候我也去跟着市场去跑。这样的话我觉得就除非你真的是特别厉害，就特别能够节奏踩得特别准，对，否则的话其实真的是很难赚钱。因为你看上半年 AI 其实炒的其实是已经是非常疯狂了，但是你看跌起来其实基本上都是腰斩起步，腰斩都是温柔的，后面基本上都跌的就是非常夸张。所以说这种操作手法其实真的不是适合普通投资者，更多的还是要耐心，就保持耐心一点。就是你正好说到这个锦囊，我们就再来说两句啊。因为现在肯定大家会发现好像更多的还是在科技这个方向，但是刚才其实玲玲也提到了，就首先呢这科技的这些方向是不是它真的有很大的空间，还是说是因为上半年跌过，其实这一波就是一个修复啊。至于它是不是有了一些新的催化，所以有的票能创新高，但其实很多票是不能创新高的。那节奏又轮动得很快，普通投资者怎么能够把握住？不如就是耐心的还是做一些左侧布局。但我觉得你刚刚有一点说，比如你左侧布局，你不能说一直就是说没有预期的改变，你一直在坚定左侧布局。你是觉得这个预期的边际的变化会越来越近了，是吗？就是在十一月底或十二月份，可能就是大家对于经济复苏的这个强弱的边际变化会发生改变，是吗？我觉得会是的，因为其实从整个政策的一个诉求上来看的话，大家其实也明显感受到，其实政策不断在超预期。那么我们更多的还是寻找，就是说未来可能政策会持续发力的方向。那么其实我们之前一直提到，就现在为什么整个经济一直是偏弱的，那我个人认为是可能还是地产这边偏弱。所以我觉得未来整个政策的重心可能在地产这边还会下更多的功夫，所以我觉得整个地产这边还是会有源源不断的一个政策预期，所以这是我去坚守的这样一个底气所在，而不是说随便找一个低位的品种我就拿着啊，看不到任何这种逻辑或者说边际上面的一个改变，这也是不对的。所以你无论是看好什么，总归会有一个相对至少能够说服自己的理由，对吧？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说无论你是做题材也好还是做左侧布局也好，首先你有一个能够说服自己的理由。那对于题材而言的话，我觉得可能它的一个风偏我觉得不太适合普通投资，因为它整体的波动太大了。就比如说我地产，我看好从上半年看好地产，可能一整年下来其实说体验不是很好，但是你看跌幅其实和那些高位下来的一些题材股其实差不多，甚至还跌幅小一点。所以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更多的还是要耐心等待，而不是说不断的跟随市场去追涨杀跌。好，稍后回来呢咱们再来看看啊，观众朋友们今天在微信公众平台的投票结果啊，也欢迎大家到有看头加上啊去关注蔡玲玲的锦囊啊。接下来呢让我们来请出的是陈蔚啊，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陈蔚你好。
好的，您好，主持人。今天上证指数继续在高位维持缩量整理形态，似乎啊正在为即将到来的潜在的 APEC 会议的重磅利好做准备。如果指数选择往上方进行突破的话，那么今天啊我继续建议大家多关注一些有自身经营和估值优势的低位低价的选股思路。待会大家可以用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领取我们机构为您带来的最新选股名单。因为这两天市场表现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那些有着估值优势的低位低价公司很容易走出强势的表现。我们看到云煤能源在低位3元起涨，最近连续3天冲击涨停板，而西龙科学更是连续4天冲击涨停板，它的起涨股价只有6元左右。黄庭国际5天5连板，起涨股价只有3元。这个现象很多朋友们也发现了，最近2年时间，很多机构抱团的赛道方向龙头股是持续回调，但是一些有自身经营优势、估值优势的低位低价股却容易走出逆势的强势表现。这个现象已经反映在一些指数上。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啊，低价股指数上涨了11.2%，但是同期上证指数却下跌了4.8%。所以未来几天如果市场有利好消息的话，我认为啊低位低价的公司更容易带来大的空间机会。好，今天围绕这个方向，我带来一份选股的名单，叫做资金抢筹低位低价的优质股名单。大家如果也想把握这个方向的话，现在用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按文字提示进行操作，就可以添加我们助理领取这份资料。资料当中我们把那些啊有资金抢筹现象，位于低位低价，同时今年以来业绩高速成长的公司选择了出来，帮助我们把握接下来的大盘机会。好，那么这个方向到底如何选股呢？今天的思路还是非常简单和粗暴的，我们直接参考着近期强势龙头的特征。第一，捷融技术，它是消费电子的核心龙头，前段时间从10元左右的低位开始起涨，结合着良好的基本面业绩以及题材概念，过去21天诞生出16个涨停板，股价更是大幅的上行。再看第二个案例，盛龙股份是近期非常热门的汽车零部件概念，也是一个低价品种，11元左右开始起涨，14天连续涨停，股价大幅上扬。再看天龙股份，属于非常奇特的龙字辈的炒作概念，但是起涨股价也只有16元左右，更是连续10天冲击涨停板。所以我们今天啊继续关注那些有自身经营或题材优势，尤其是估值非常低、股价位于低位的品种。好，请参考这张思路。三季报以来业绩翻倍的公司总共有617家，其中有一些股价已经上涨，但是还有一些股价位于低位，他们其中有一些长期低价低市值的品种，那么我们认为啊他们未来可能会有更大的活跃空间，这样的公司大概有302家。再往下，有一些公司已经有资金抢筹，同时技术面有筑底完成的启动迹象。好，我们今天从中优选出3家公司放在今天的资料当中，大家如果想要的话，现在用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领取这份资料，叫资金抢筹低位低价的优质股名单，帮助我们把握当前的市场风格。好，我们看一下今天资料当中的重点案例。第一个，人工智能核心的服务器供应商，也是英伟达产业链的核心概念股，它的人工智能服务器算力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并且具备大规模的出货能力。三季报以来业绩高速成长，但是股价却处于历史级别的低位区间，不断筑底上行。最近一周由于获得融资资金大幅买入近10亿元，所以股价开始回到上行趋势。好，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重点关注的案例。再看第二个，一个高端装备的供应商，股价位于低价小市值状态，今年以来啊获得市场的重点关注，尤其是卫星通信领域受到大量的订单，因此股价筑底完成，回到上行趋势。尤其是三季度追求稳健投资的保险刚刚新进买入，并且是重仓持有。再看第三个案例，一个低价小市值的天津国资的科技龙头，三季报净利润翻2倍成长，但是股价并没有充分的体现，直到最近一周才开始尝试突破下降趋势线的压制。由于具备信创和工业软件的核心概念，也是英伟达潜在战略合作伙伴，所以这次反弹空间值得期待。以上就是资料当中的几个案例，
大家现在用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按文字提示进行操作，就可以添加助理领取这份资料，资金抢筹低位低价的优质股名单，帮助我们把握当前的低位低价的行情机会。好，以上就是我最新的分享，感谢收看。每一段历程都拥有独特的生命力，不跟随也可风华万象，不怀疑，学会欣赏自己，专注坚持，打造属于自己的故事。岁月不败风华，经典历久弥新，老凤祥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做投资要有好顾问，有不懂问九哥，九方智能投顾数字人九哥基于九张证券领域大模型，具备大盘分析、板块挖掘、热点追踪、个股诊断、策略生成、金融百科、事件推理、情绪陪伴八大核心能力，24小时在线即问即答，为你提供高效、专业、智能的投顾体验。上九方诊股 APP， 投资不绝，问九哥。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中国农业银行，老凤祥提醒您收看今日股市。第一财经20周年庆感恩回馈，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加 APP， 限时领取30天的 VIP 使用权。大咖在线直播点评，捕捉市场新风口，三步买卖指标揭示个股的强弱区间，规避交易风险，四维度深度整股看清趋势走向，功能升级，福利升级，体验升级。现在就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加 APP， 更多惊喜好礼在等着您。接着呢，咱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数据的情况。首先来了解一下资金面，资金面北向资金今天全天净流出14.43亿，沪股通方面呢，今天是流出了11.6亿，深股通方面净流出2.83亿。在两融余额方面，这是截止到上一个交易日的啊，是略有回落，但是还在高位徘徊啊。再来看一下，明天是没有新股申购的啊。观众朋友们在微信公众平台的投票结果今天真的是比较一致啊，认为说科技仍然是主线的这个选项有73%，不是的啊，27%。当然刚才我们也说这科技里面包含了很多，那但是至少可以确定一点，就是大家现在比较认可，就是如果我要操作，我要选择做多的机会，那我就在科技里面去寻找。这个是大家今天在这个微信上的投票结果，我们再来看一下仓位的情况，大家也可以到今日股市的微信公众平台去了解。那么今天加仓和减仓都差不多了啊，就比较均衡了，仓位不变，最高57%啊。好，接着呢，咱们再来说一下别的方向，医药和券商，相对较弱。但是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券商啊，其实如果主板大家要看，可能也就是觉得带指数的是不是就是券商了，因为刚刚看看像银行走的也比较弱，保险也比较弱。杨勇来说一下吧，像券商，是不是？哎，横了也有5个交易日了啊，会选择方向吗？我觉得可能在短期会有一个这样方向去选择。其实主板我们现在目前这个中短期的阶段要来看的话，我觉得主板这一块呢，主要看券商，还有一个就是医药，因为这两个指数就是目前来说的话呢，符合这个几个条件。第一个呢，我们之前说过，就是处于底部区域，估值和整个它的一个股价都处于底部区域。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业绩层面没有太多的这个槽点，就是你要说这个业绩很差嘛，基本上没有。那增长的话呢，可能比整个32个行业其他的行业还是要稍微略好一些。那么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说这个机构配置的仓位整体上来说比较低一些。然后第四个就是有比较明显的政策和消息的一些催化。那券商板块呢，作为金融地产这些所有的行业当中，我们对比了一下，就整个金融地产包括消费面的白酒啊各种各样的，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券商和这个医药是处于这种很明显的站上了年线和半年线的这样两个方向，
而且呢，像券商的话呢，它是唯一一个主板当中没有回补7月25号那个跳空高开的那个缺口的一个唯一的一个主板的行业。然后医药这个行业的话呢，目前像医药当中有些细分，像这个创新药指数，目前来说的话呢，也是主板这些大消费整个这些行业当中唯一一个站上半年线和年线的这样一个板块。所以眼下来看呢，从这个主板的一些情况来看，我们刚刚说了，其实市场可能因为可能在酝酿一些热点的一些切换，那其实也不排除说这个当下因为也有事件催化，也有一些政策出台，所以呢也不排除说市场的一些活跃资金重新回切到类似于像券商啊，像这个医药的这样一些板块当中。所以眼下我们认为主板当中的话，如果要关注券商和这个医药，特别是医药当中的一项创新药，我认为这个机会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明确的。嗯，就我看也有人啊认为说券商和医药到底什么情况下去关注啊，因为大家不都在说节奏嘛，就是说指数要冲关的时候你去关注券商是吧，然后呢市场没有操作机会的时候，科技调整的时候你去关注药，因为它还是偏防御性的，你会觉得是这种的一种节奏吗？有这种规律，就是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一直在强调存量博弈的一个环境。那么既然是存量博弈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其实我们看到11月6号那个券商活跃的时候，其实很多的题材和一些热点它是没有太多机会的，但反而在最近这一周左右的话呢，这个题材热点重新活跃的时候，券商又回落了。这就是典型的主板当中的行业和一些中小创的行业还是有一个跷跷板的一个效应。那如果说接下来这个科技治疗条线的话有短暂的一个修整，也不排除这个活跃资金重新回到这个主板当中去。所以眼下来看呢，存量博弈就是这样一个你来我往跷跷板的这样一个效应。好，钟林燕来说说吧，热点还是比较分散的啊，操作上给大家什么样的具体建议？确实从医药这个板块来看呢，因目前呢很多观点呢都认可医药当前的这样的一个低估值的一个位置啊，但是我们最近呢发现就是一直在说医药这个行业估值低，这个板块好，可能是未来会有比较好的机会，但是我们发现呢，就最近这个医药呢是从哪些地方开始涨的呢？它不是涨的是个创新药啊，或者是你什么什么主线的这种医药，就是比如说你2019到2021年这些板块上涨过的这些医药板块，其实最近呢是没有比较好的表现的，那反而呢一些比较小的一些细分的方向，很细分的，可能我们一般呢以前都不会去关注的，比如说这个减肥药，或者这个阿尔兹海默的这个方向，或者是说今天比较强的这个 DRG 这个方向，包括上周五这个医药连锁这个方向，其实呢就是我们发现呢就是当前的这个市场呢，刚才杨勇也提到了，就是存量博弈的一个情况，就是资金呢你要进攻一个板块，你如果是这个板块的一个资金规模体量比较大的话，资金可能带不起来，那么它只能是说从一些细分的方向去挖掘这样的一个热点机会。那么比如说今天像这个 DRG 涨起来的这个数据这个方向，那么确实呢未来呢也会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个消息的一个刺激触发，那么所以呢资金呢可能选择了一些小的方向去突破，那么未来呢我认为呢也是可以，比如说围绕一些它本身的前景呢比较确定的这个方向，去挖掘它的一些细分的行业方向，那么再结合当前的这个热点去布局，我觉得是可以从这个思路上去挖掘一些小的细分板块去布局。就是传统的比如说医药的行业龙头啊，或者是一些传统的医药的细分方向，其实呢就是在没有更多增量资金的情况之下，它的弹性空间还是有限的，所以大家但是你这个市场吧，它总归还是有人想做医药对吧，啊那就去挖掘一些相关有新题材的医药的机会。好，最后林林来说一下明天短期的操作建议。其实最近一段时间的话，其实像我这种可能说中长线布局的投资者而言的话就比较难受，因为大家都在做炒题材，但是我想说一点就是最近两年其实是熊市，所以行情并不好做，所以其实在个股选择上面的话，更多的是选择一些我觉得上下空间是比较有限的，就是所谓的一些相对位置比较低但是未来可能有弹性有机会的一些品种去做，而不是说一些已经在高位就炒作的，就是已经位置比较高，但买进去你也不知道货币跌到哪边去，所以我觉得这种品种的话其实拿着心里是很慌的，所以我觉得对投资者而言的话。募资难，退出难，股权投资如何走出困境？国资入局，赛道轮换，哪些行业更具未来潜力？解码新金融为您解读。从中下到成熟，
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